这个会单说，如果您参选的话，他才会退选，不然他会坚决选到底。好，龙介每一次我碰到他，都给他很多的加油，很多的这个一些建议啊。他目前在台南的比较海边的各区在，争取地方的支持跟了解地方的民情。那以信呢，也是积极的在台南地区获得地方的肯定。那这两位啊，我们党内的优秀同志都是我们台南的子弟。那我们努力的让台南的选情越热越好。两位都非常有决心，非常有风度，都是希望我们国民党赢，大家请放心。那龙董，你不要采取司法行动，你怎么看？什么？萧毅说这个国民党的跳船潮越来越严重，你怎么看？我希望每一位啊，这个过去曾经是国民党党员的同志啊，虽然已经离开国民党，也欢迎回到国民党内。在国民党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非常感谢最近通州计划回来将近50,000名的同志，那也有非常多优秀的民意代表，包括地方基层的代表、里长、乡镇市长，到议员，到直辖市的议员。啊，这几天我们有新北市议员回到国民党，我们要用正面的角度去看。那在提名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，或许会有几位离开国民党，但是我们更多的来加入国民党。那我们国民党的党员同志最近增加了50,000名，这每一位同志都是在党最困难的时候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这是最珍贵的。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啊，国民党只有啊，在最辛苦的状况之下，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团结一致。这个时候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时候不用当螃蟹，要当螃蟹的话选完再说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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